抢先带领关心新北焦点。台地总统来访，蔡英文以隆重军礼迎接，双方也互赠勋章。教育部长吴茂坤请辞获准，上任只有41天的他，成为任期最短的教育部长。气象局从6月中起将发布高温预警讯息，国防部已积极加强国军热伤害防治宣导。全球 5G 商转进入倒数，带动被动元件 MLCC 需求倍增，供不应求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